2023年装修行业还有未来吗？增项太多，承诺20万装修，结果装下来40万，时间太长，答应2个月交房，结果3个月了还没完工，大动干戈，只要用户说有问题，全部砸掉重装。各位，房屋化妆现在出来了，费用只需常规装修的20%，最快48小时完工，材料安全又环保。